雪白头，有几度春秋，曾许下的诺言已泛旧。踏过繁华浮生，不求修行尽看透，如人心已贪婪，便从此无所求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平生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少年归去成舟，竹篱桥头避开家天尽休，烽火狼烟风沙，横刀一马征天下。刀剑冷眼风中，何问侠骨为谁留，傲战平生为九州，此间一别就如何。爱恨情仇，知己一杯酒，与君看桃花，不问世间几多愁。陈师兄，你喊我到底干什么？嘘，大师兄在画凤凰，千万别打扰。美人师兄要画凤凰？是的，听说师兄为这凤凰图准备了一年了。气派啊！大师兄名叫画美人，想必画工十分了得。美人师兄刚才的表演，真是让小师弟我大开眼界啊！想必师兄画的凤凰也定是气势恢宏、栩栩如生吧？我去，这是凤凰，这明明是小鸡吃米。哎，二师兄，你看大师兄画的是不是小鸡啄米啊？瞎说什么？大师兄画的明明是鸡啊！不。大师兄画的是九天凤凰图。九天凤凰？什么九天凤凰？这怎么看都是一只鸡。你对我画的东西有意见？你敢说我的画作是小鸡啄米？我要是再坚持说实话，是不是会小命不保啊？哎，大师兄刚才肯定是听错了，您这可是惊世之作呀。二师兄，你说是吧？是。看着凤凰翱翔苍穹，给人一种强大的落差和意外感，尤其是这个鸡啊，不，这个凤凰，那简直是返璞归真的意境啊！大师兄画技真是高超啊！算你小子有眼光。燕云，你这马屁拍的也太不要脸了。俗人终究是俗人，如何能懂我的境界？终于蒙混过关了，还好我口才棒。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叶宇，你既然入了本门，自然也要给你介绍下本门的情况。师兄都喊这么久了，今天才算真正入门啊。本门唤作问心教，今日就教你第一课，也是最重要的一课。问心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此为问心玉，内蕴问心咒，是本门必修之法，能帮你叩问本心。问心咒，本心，嘿嘿嘿，你们两人叩心而问，问出来的不会是一个吃一个画吧？既然是本心，如何能说得出来啊？学好功法，
别问那么多废话。师弟，咱们问心峰一共七人，除去我们外，还有个小师弟莫无伤、小师妹和你大师兄的未婚妻。那个莫无伤早就被师父赶出了师门，但是大师兄的未婚妻，那有一个美哟，集天下灵秀，点头就是美女。啊！我的娘啊！怎么突然就……四胖子，就你话多。那个，我突然想到要下雨了。我家里衣服还没收，我先撤了啊！花美人，你个懦夫，你本事打他呀，欺负我做什么？大爷的，把老子的肉都打没了！大师兄，我错了，大师兄饶了我吧，救命啊！我不会也变成他们那样的神经病吧？打死都不要啊！龙首峰在召集弟子集合的钟声。风主叫什么呀？这么着急？风主召唤大家，是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啊？对，就是啊。师姐一，各位，前几日核心弟子梁不凡传来消息，沙洲一处秘境中发现了无根焰。什么？竟然是无根焰？传闻无根焰有洗髓伐骨的神效，能助人突破洗髓境。能助人突破洗髓境？是啊，有了无根焰配合，修行速度一日千里，晋级洗髓境也是非同凡响。此次秘境，天火宗和陨星宗的人也会在场。你们不仅要面对秘境之险，还要和两宗弟子厮杀。和两宗弟子战斗，很有可能会死啊！我不想去。无根焰虽好，但性命更宝贵啊。此番由碧云、碧霞两位峰主带队，核心弟子必去，其他运灵境弟子自愿报名。各位可以回去准备了。我一定要拿到无根焰，突破洗髓境，这样我才有把握战胜司徒正天。夜雨，你来啊？叫我啊？此次任务危险重重，你身为首席弟子，要尽量保护好所有弟子的安危。那个，既然要保护好全部弟子，阁主有没有什么宝贝之类的？没有。哼，一点好处都不给，真小气。不过秘境之中密布着残缺的地相手段，对你的修行有不少好处，你快去准备吧。多谢阁主指点。静音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施静一，先和他套套近乎。嗨，美女，此次前往秘境危险万分，待会儿咱们要不要找个私密的地方好好计划一下呀？你再慢点，这臭小子竟然用灵像来干这个。我才不要呢。哎，静一，哎，跑那么快干嘛？难道是承受不住我非凡的气质？呸，真不要脸。你说什么？静音就是被你的不要脸吓跑了。别跑，你给我站住。夜雨，赶快晋级洗髓境吧，到那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绝望。300年前，人族最强的御灵师以身化鼎，封印了为祸人间的黑龙帝尊。帝尊残党从未放弃对御灵传人的追杀。青青，我要你去斩断与